NTV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李友廷。最近的话是很喜欢魏如萱的《海鸥先生我爱你》，啪啪呀啪呀，啪啪呀啪呀，很可爱的歌。我的简单都比较微简单一点，我觉得就是把东西吃完就蛮简单的，就是吃东西就是吃自己刚好的分量，然后不要浪费，然后用到自己刚刚好的，不要对地球造成负担。我觉得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很棒的简单。有种慵懒美。